家好，又是向左望的节目时间啦。咁咧，大家知道即系依轮基本上个主题都系讲特首选举啦。咁或者好简单回顾一下究竟依个礼拜发生咗啲咩事。咁当依个礼拜除咗系依一个林郑月娥因为嗰个故宫嘅事件啦，即系基本上不断出嚟解话啊，又或者就系话我冇秘密噶，我都系跟翻程序去做。咁大家知道其实系咪咁纯情？因为依一个即系历史文凭。而真係諗住做一啲好嘅嘢啊！但係實際上其實你借依一個故宮依一個博物館嘅依一個咁嘅計劃，作為佢即係參選本錢啦。咁另一方面，即係大家好關注薯片叔叔能唔能夠咧辭職之後咧，能夠中央開綠燈俾佢選。咁當然其實好多方面消息都話就係話基本上阿薯片叔叔出嚟選就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因為要保障翻薯片叔叔啦，喺佢出嚟選嗰個 timing 時間方面啦，就唔好太早，因為太早出嚟話出嚟選咧，就有可能咧係遭受到依啲相關嘅一啲候選人啦，或者係以一啲可能會出嚟選嘅人嘅一啲攻擊，甚至係抹黑嘅。咁所以有可能咧係留翻最後一刻先出嚟選。咁同時間咧，大家都留意到幾日之前啦，阿胡官同埋阿葉柳開火，唔係嗰啲開火，唔好心謝啊，就係去依一個農屋咧去睇依個探訪情況咧，就不斷俾人啊抽水，就係話阿葉柳。你都是政府一部分喎，點解突然間咁關注依一個農屋房屋問題等等？咁另一邊雙就係話依一個非建制泛民選委本身，究竟最終佢啲票係會俾邊個？究竟會唔會提名一啲泛民候選人？又或者甚至之前有一啲即係據稱頗有代表性一啲泛民選委就係話：咦，阿陳妹出嚟選喎。其實不是挺好的咁樣，咁因為咧你陳妹出嚟選好似嘥票，又或者可能嘥咗提名等等。究竟依一啲？咁紛亂嘅情況，去到依一刻，阿長毛有啲乜嘢觀察咧？我有口頭禪，唔會嘥時間。咁啊，老實講，其實如果你想同人簽約，想make a deal，咁你都要知嗰個deal係咩噶嘛？咁嗱，好簡單，我deal就好簡單嘅啫，得四樣嘢。第一個就係。你是不是反對人大八十一的決議？即是你贊不贊成廢除功能組別？第二就是說如果23條立法你的態度是什麼？第三你是反對政府濫用公帑濫用司法程序去法院申請褫奪包括我在內的四個議員的資格。第四就是話全民全民退休保障嗱。咁當然呢個其實都是畫龍點睛嘅啫。其實如果你講政綱咁，當然是香港咁大個，我哋嘅社會生活咁豐富。政綱即係綿延千里得啦，咁就即係提綱挈領就係呢四樣嘢。咁好簡單，如果曾俊華係唔可以講呢樣嘢，或者林鄭唔可以講呢樣嘢，劉淑蓮講嘢，胡幹唔講呢樣嘢，即係嗰個表態唔清楚嘅時候，咁應該支持佢咧？呢個就係問題啊！咁好多人話：哦，唔好意思。咁就今屆喺嗰個所謂選委會裏邊咧，話投白票嘅人咧，全部都輸曬，我唔知道有冇份啦。我輸咗啦，撲曬街啦。好簡單，好簡單嗱，咁好簡單。你話輸咗，咁我想問各位社會賢達，你300多票係22萬人去委任你300多票，咁我長毛都3萬多票啦。再加唔使講啦，講即係 DQ 四子啦，羅冠聰50000多票，再加劉小麗30000多票，咁我都10多萬票噶啦喎，跟住再加朱凱迪，再加其他嘅票，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好簡單就係話，如果各位選委，你覺得你嗰20多萬選民選到你之後，你覺得好重要嘅，咁我想問。我只有20多萬選民，咁我哋得3-4票嘅啫，即係公公道啦。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就同我講：，阿長毛，我知你講好耐㗎啦，
即係嗰個所謂小圈子選舉咧，就係不公義，咁使唔使你出嚟講？我唔係講個小圈子選舉公唔公義，係小圈子選舉裏邊嘅選民有冇公義？嗯，係啊，即係話你同我講，哦，唔好意思啊，陳茂，廿幾萬票選我出嚟，咁我就要即係根據。我在嗰個所謂選委會的小圈子選舉裏邊嘅嗰個所謂授權做嘢 ，fine 合理嘅。嗯，我想問就係各位，如果你同意咗一樣嘢嘅時候，咁你咪同意咗八三一啦？有冇簡單？嗯，有冇簡單？咁喺我嚟講，即係好多人話：，唉，長毛你出嚟搞局。其實大家要記住一樣嘢。我同大家位 ，meet my lips， 呢個就係 George Bush 競選嘅口號。你 meet my lips， 第一樣嘢就係話事實係好簡樸嘅 ，truth is plain， 好簡單。我問你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各位覺得，你在個小圈子選舉裏面你拿到選票，你就做王者的時候 ，You are not fucking king maker， you are dream maker。你不是做王者，你是做夢者。嗱，各位，我知道呢、這個今晚個節目咧冇人睇嘅啫，你人幾千啊，啲咁嘅一路咁幾萬嗱，好簡單咁講，我要問各位。佢又話：，長毛以前你又反對人哋選出嚟選舉，鬧梁家傑係民主罪人。今日你又出嚟選參選，你搞邊科啊？第一，我同你大家講，第一，佢係冇公民提名嘅。咁公民提名今日當然係就係阿戴耀廷講出嚟啦，就係話佢用嗰啲電腦機，即係嗰啲所謂我唔識個咩啦，民調啦，類似民即係用嗰技術就係話有三萬幾人就得啦。嗯以前是沒有的。第二就是說 我跟大家再說一次，所有的政治決定都是在記載的歷史氛圍下。那這個喂，那你說什麼說什麼在這裡說什麼啊，這麼多東西我不懂聽，很簡單，2014年之後的散運，你喜歡也好不中意也好，今日咪係未完嘅，仲有大量嘅人係被檢控。我就算我唔計所謂魚蛋革命嗰啲班人，大班人被檢控。第二就係話，你要記住歷史嘅話語記載嘅嘢係由2014年嘅9月28號開始嘅。如果今日你同我講就係話，哦，唔好意思啊，哥，我哋冇辦法啦。咁因為兩害選其輕，咁我哋選呢個曾俊華係好啲嘅。咁喂哥，咁第日你我再出嚟嘅時候，我出唔出嚟先？喂哥，你每一個人你都欠咗一個解釋，就係話其實所謂雨傘運動而延伸嘅所謂社會撕裂。南王之爭今天是未完的，我告訴你，羅冠聰被人打是未完的，是繼續的。各位，當你覺得雨傘運動由2014年的9月28號延伸到現在的時候，你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說的話，就是To be or not to be。如果我哋今日喺度講就話，哦，唔好意思，咁你陶冠聰戇居啫嘛，或者係你只戇居啫嘛，咁你喂你再出咗寫咗行業第一學，咁我想問各位，你要明白一樣嘢，佢係背負住由阿戴耀廷教授喺2013年，當我睇到小弟
在中環被幾百個警察圍住之後，他說的所謂即佔中的概念，大部分人都是受這個感召，由2013年的2月開始，一路 D1、D2、D3、D4 三個的所謂商討日，商討日，然後形成的民意。我告訴你，你記住，如果你認為這些民意是沒有意思的話，我告訴你，就等於男女之間，如果大家覺得大家分手，他是不需要罵你的，他不需要罵你的，他失望走的。我所以告訴大家，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你叫非建制派或者泛民夠聲告訴我，喂，不好意思，各位都是大家支持，我今屆呢就會 破天荒，我不出選，然後我將我 mandate 即是那個授權交給其中一個建制派裡面的人， sorry， it's not my cup of tea， 我不喝這杯茶，不簡單，不簡單。毛先生有什麼說？哇，交這麼大的波，即係我諗經歷到而家一段咁長時間，即係甚至啱12月投選完，去到而家，即係究竟第一樣嘢我就覺得好疑惑，就係話究竟成個泛民選委去到3月26號選舉嘅時候，究竟佢成個取態會係點咧？即係嗱，當然有啲朋友覺得我既然係選過高教界，我都係輸得好慘，輸到撲曬街。咁我冇資格講嘢咁樣 ，OK fine 冇問題。但問題關鍵就係話，你始終欠一個好重要嘅交代。好啦，例如我講得好白，你覺得曾俊華係唔係作為而家喺一個咁嚴峻政治局勢之下一個無可選擇嘅一個候選人？而最終泛民因為希望依一個人能夠當選，而最終希望依300多票。是能夠給到曾俊華呢？如果你真的給了曾俊華的話，那些人就會問了，咦，那你將這票給建制派，其實曾俊華都是建制派嘛，啊，他絕對不是泛民嘛，那是不是你已經忘記了兩年多前雨傘運動我們要爭取些什麼呢？是不是已經覺得因為這個政治現實，因為政治這麼嚴峻環境，我們都不能跟中央鬥了，我們都不夠本地即係土共勢力去鬥啦，唯一可以投機，唯一寄望一個似乎好似冇咁邪惡、冇咁 evil 或者冇咁賤嘅一個，即係一個咁一個咁嘅人，作為即係處理而家香港問題嘅唯一選擇咧，等等。咁所以即係當然亦都有人覺得就係話，咦？喂，其實睇而家咁嘅局勢，有可能中央為咗要令到整個選舉能夠可以控制，很可能最終只是放一個候選人的，就不會好像以往一種這樣的講法，就是說讓特首選舉有競爭，於是可以給葉劉淑儀、給林鄭月娥、給一個曾俊華，或者甚至可能有人說會不會陳馮富珍又玩一份、曾玉成玩一份，這麼有競爭性呢？我看如果習近平仍然是清醒的話，仍然都覺得希望整個選舉都能夠在他操縱之下，他會不會整四五件候選人，而結果因為例如有人就覺得不如這樣，我們令到個選舉流選，就是說喂，可能你工商界中間那堆又不知投誰，結果大家都拿不夠601票，結果令到流選呢等等。這些東西我們控制不到，但是我覺得可以控制到的，就是說那300多位即是非建制或者泛民候選人，我不知道有沒有他會不會看這個節目？選委，選委咧，係啊，嘅選委會不會看到這個節目？而家，但係我諗個關鍵嘢就係話，你跟住落嚟嘅決定，唔單止影響香港未來五年嘅命運，甚至可以咁講，就係話你依個選委，你嘅決定究竟佢係出賣歷史啊，定係其實佢喺一個歷史特定有限嘅情況之下，佢做咗一個背得住良心、對得起自己的選擇呢？我得這件事交給你，我就不會懷疑梁芝的，
咁良知歸良知，即係其實即係如果睇下聖經，我都明白，海撒歸海撒，上帝歸上帝，塵歸塵，土歸土。我實講，各位，我唔知你睇唔睇到啦。三百幾個嘅所謂叫做選委。選委。OK， 我話俾你聽，好簡單。以前歷屆選舉係未經歷過雨傘運動。雨傘運動嘅後遺症係咩咧？就係話羅冠聰俾人打，係大家睇到的。好多人被人告，大家看到的。可能我們未必同意那班人做的事，但這個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實。各位，當你說不如我們將我們那三百幾個什麼叫戰狼三百，是的，不好意思，浪費時間。你是不是當日在斯巴達克在個要塞裏面去頂住波斯男隊的人啊？收皮啦！你係咩？好簡單，今日你哋應該小圈子選舉裏面攞三百幾票，咁你我再講，從授權嘅原則。mandatory， 黃教授做呢啲嘢啊。如果你對220,000負責，我係冇問題嘅，因為從授權學嘅講法就係話，我之所以做咗選委，係因為嗰220,000人俾我做選委。你記住，香港人係因為小圈子選舉的局限，才不可以用一票選你去做那個所謂選委。各位，不好意思，你不要籌全滿志，你不要以為自得而滿，你不要以為你做了特權階級你就很開心。其實很簡單，件事放在這裡，我叫常務，我第一樣最反對的就是話，其實常務應該參選啊！以前咧唔即係反對人參選，我真的不係好想玩呢個遊戲。不過當聽到大家做咗咁多咁辛苦的嘢，嗰320幾個嘅所謂叫做300+，係咯，300+，係咯，300+，咁佢啊，真係大佬，我即係。豐功偉績，我阿哥，我叫長毛，我問你，你有冇瞓過金鐘？有冇瞓過呢個旺角、銅鑼灣？銅鑼灣，咁你話俾我聽，我好辛苦啊！我哋做咗好多嘢㗎，我哋先咗300幾票。唔好意思，當香港人。出嚟奮鬥嘅時候，你喺邊？你話：哎，我好辛苦啊！喂，2016年，真係我哇，大佬啊，我又要傾呢樣傾嗰樣先攞到呢票。唔好意思啊，哥，而家冇雨傘運動，你上屆攞幾多票啊？200+係咪？今日300+啊！放風箏。叫風啊嘛，一隻 kite， 一隻 wind， 你是風箏，我是風，你係紙鳥，我係風。各位諗諗啦，唔該啦，你今日嘅尊榮係因為有無數嘅香港人昂兜兜、現兜兜出嚟做，你先有呢個榮耀啊！你應該感恩，而不是驚叫。黃教授啲咩叫驚叫？大家一齊食飯。Pound is for nothing。嗱，好簡單，我叫長毛。各位，如果你覺得
你今日三百幾人 ，300+ 係覺得可以左右大局。You are the kingmaker. Sorry, you are the dreammaker. 我俾你聽，唔好辜負香港人。我香港人，你係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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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冇可能係由上屆200多票到300多票。Sorry， 你明唔明啊？你要感恩 ，in humble。你以為你理你啊？嘥時間啊！大勢啊！話俾你聽，如果你哋各位覺得今日有300多票可以左右大局，投阿曾又得，即係講曾俊華啦。曾俊華啦，係講曾俊華。投阿佢林鄭又得。咁你覺得誒奇貨可居？我問你，奇貨嘅咩啊？貨係咩啊？英文叫做 commodity。Commodity。You are just a fucking bloody commodity. So who makes the value for you? It's all about the exchange. 話俾你聽，你哋今日有咁嘅成就，唔係因為你哋。好叻，係因為香港人由2014年開始，由戴及耀廷教授開始做嗰個所謂公民不服權，係令你有呢個光環還啊，好再還啊，飲水思源，有乜諗？點解你由200多變300多？是因為你啊，是因為我嗰啲人喺度搏命，喺我啲人俾人拉、俾人打。我再嚟講，嗰陣時未完噶，羅冠聰俾人打都未完噶，明唔明啊？各位，我知道我呢個節目好少人睇可能。我希望講全，唔好意思。如果你唔係謙卑嘅話，咁你就永遠都唔明白你自己。其實老實講，我同你講咗多次，點解耶穌偉大咧？耶穌偉大就係上帝叫佢落嚟啊嘛。咁點解摩西偉大咧？摩西係。除了呢個施洗約翰之，即係施洗約翰最近耶穌啦。咁摩西咧就係話上帝聽講係上帝叫佢落嚟，即係叫呢個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嘛，係咪 ？OK， 喂，如果你係冇福地迦南，如果你冇有 Promised Land， you can go anywhere。咁40年嘅曠野之旅，摩西俾人喺度，即係佢冇聽，即係俾人屌啊！你屌啊，大佬出咗埃及，咁你去邊度啊？如果摩西係唔係信有一個叫做上帝俾佢嘅土地，叫迦南福地，佢唔使咁多折騰，唔使過紅海，大家去邊度都得。唔使割，唔使分開紅海。各位，你要明白呢樣嘢。小弟即係才疏學淺，我相信你哋都明白呢樣嘢。如果我哋唔係一個所謂真普選，或者認為我哋覺得中國都係真普選嘅時候 ，you ain nothing， 你什麼都不是，名副此。即是話，今日我做嘅嘢唔係計一時一地之利，明唔明啊？唔好懷疑我。我話俾你聽，各位，如果你真係認為你要為香港做嘢嘅時候，你係絕對、絕對、
絕對絕對絕對不能在這裡說一句說話，就是說兩害取其輕，我投曾俊華去淘汰林鄭。你以為張宏禎那麼蠢啊？所以我覺得即係講到呢一分鐘，大家諗一諗，咁出嚟選，只不過係停止大家喺度入，即係 I'm going to break your dream。Sorry， 各位，你以為選咗曾俊華冇林鄭月娥，你係幸福啊？可能短期內 ，for short right， it might be right。對唔住 ，in the long run， you must be wrong。短期你一定啱噶啦，哥，因為連牛鬼順數都知噶啦。長期我話俾你聽，喺冇人啊，我話俾你聽，喺香港不若不是以千計。都是以百計，是因為響應了這個所謂佔領中環出來的雨傘運動的從業員、從業的人。若你跟我說，忘記他吧，我們今天已是在另外一個世界，雨傘運動已經是一個歷史。I need to tell you, you are the history, not those people who did participate and suffer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y are not the history. You are the history. 我再講一次翻譯，你唔好以為嗰啲喺2014年出咗嚟做雨傘運動受苦嘅人，佢哋係歷史。你是歷史，他們不是歷史。如果你是這樣做的時候，我告訴你很簡單，你再記住一件事，他不需要罵你，也不需要跟你在這裡吐哭哭，他只是 ignore you， 等於男女之間的感情，他不需要說你是一個壞男人或是壞女人，他就不跟你親近。我想問大家，你會不會認為那些在雨傘運動出來的人不是一個 treasure， 不是一個珍寶，而是曾俊華的珍寶？ It's up for you to decide。 很簡單，你認為曾俊華的 mouthpieces 是珍寶，抑或是他們這班人出咗嚟嘅人係珍寶 ，it's up for you to decide， 唔係我要講，我唔想講啲嘢。你記住，毛主席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你係咪中共啊？中共唔識呢樣嘢咯。我再講一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何教授，好，或者都重複一次了，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創造歷史的話，看緊呢個節目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選委啊，你是投過某一些選委啊，又或者可能投過某一些選委但輸了啊，第一個普通市民都好。我想整個香港去到3月26日呢一個。咁嘅一個共業咧，最終嘅選擇會係點？我哋控制唔到。但係你作出依個選擇嘅過程裏邊，你作咩選擇？究竟最終係點樣？其實你係做緊一個業。依一個業，究竟你係為緊你未來下一代係種福咧，定係為未來下一代？甚至這一代是繼續作業呢？我希望去到3月26日在灣仔，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灣仔頭，在那個會場
你的決定究竟會是怎樣呢？我希望如果有朋友看到這一集《向左望》的時候，請你將這一集的 link 給這一班選委看，可能這一集會看得很辛苦，會聽得很辛苦，但正正要你們聽得看得很辛苦，你才認認真真去聽去看這一集我們想帶出來的訊息。我今天時間去到這裡，說多句，所多瑪城的故的教訓，所多瑪城若有十個義人，則不必天火焚城。下次再見。